4月11日，有网友在社交网上晒出了新闻联播前主播李瑞英参与录制新节目的照片。画面中，李瑞英选择穿了一身正式的黑色西装，整个人大方有气质。59岁的她面部皮肤光滑细腻，几乎没有一点皱纹。尽管李瑞英已经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播台7年时间了，但她对播音主持依旧游刃有余。李瑞英在28年以来的新闻联播主持中，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总是身穿西装，以一头清爽的短发示人。离开央视直播间的李瑞英换下了曾经端庄的西装穿搭，整个人都变得大有不同。简约的黑色大衣搭配一条粉色的丝巾，看起来十分的减龄。如今李瑞英继续在学校教书育人，几乎把一生奉献给了播音事业，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主播。